大家好，今次是第一次 Xbox 周报以影片的形式和大家见面。我们平时其实主要是巴哈和连登到铺开文章为主的。我们主要讲回就是那个礼拜有什么 Xbox 游戏加入了，还有有什么游戏情报分享给大家这样。这一个就是我一年前的那把声音，因为 Xbox 周报影片版不知不觉就一周年了，所以特登放回一年前的那把声音给大家耻笑一下，所以未来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而因为 Xbox Game Pass 今个月的阵容比较浮动一点，所以今期比较特别，前半会介绍 Game Pass 游戏的不同活动和免费更新，后半呢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喺游戏入面遇到嗰啲不生难忘嘅歌同埋音乐究竟系边啲，让大家可以边听边准备好今晚嘅展示会活动啦。咁如果你系第一次睇我哋嘅频道，逢礼拜日我会推出 Xbox 周报专讲游戏新闻同专题，逢礼拜三会推出 Xbox 游戏人生专介绍 Game Pass 嘅游戏同潜力新作。咁我哋就事不宜迟，立即睇下 Game Pass 有啲咩免费活动同更新啦。首先是一个温馨提示，无数人童年回忆的《世纪帝国二》决定版将会在1月31号登录 Xbox 主机和主机 Game Pass 的。作为决定版，除了画质和素材有提升之外，更加重要就是支援玩家可以用键盘和滑鼠去玩，直接插入 Xbox 的主机那就可以了。当然大部分人应该会好像我这样反晒白眼，因为我们要的是《世纪帝国四》嘛。而在今次公布的 Twitter 上面，开发人员就回复了会是在2023年的年尾登录，所以就都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不好消息啦。农历新年已经到了，但除了我们收录的时间没有提早到之外，各个线上服务型游戏的新春活动和那些 skin 一早提早已经准备好迎接各位玩家了。当中 Overwatch 2就在地图入面加入了不同特色的烟花表演，也都有农历新年的活动模式、抢旗模式和抢旗闪击战等等，更加有赏金猎人的模式挑战大家一打多的生存应变能力。当然登录奖励和各种贺年的 skin 都是超级多的，但对比起万圣节的活动就感觉是差了一点点。同时几时会有 PVE 的新消息呢？另外 LL 和联盟战棋都有新春的活动，除了期间限定的活动模式，更加会有用剪纸仙灵和元天神明作为主题的造型，真心是挺漂亮的。但题外话，连新春活动的 trailer 都感觉比2023年的开季动画比较好，真是心想。如果你是手机版 LL 激斗峡谷的玩家呢，现在 Game Pass 都提提大家了，是已经解锁了全部英雄的使用权的了。Minecraft 亦都有一连串庆祝新春的活动，当中今个礼拜更加是有免费的冒险连收集来，咁玩家就要在这个充满美丽寺庙和村庄的地图入面，同传奇的连兽去搏斗，找出佢的弱点，击败佢。咁除咗唔同嘅贺年活动之外，微软本家最后一次无限亦都推出咗冬季更新之后最后一个活动 John Fire 啦。下一次嘅免费活动就应该系下次大更新之后先至会有啦，更加会有 Halo Reach 嘅经典盔甲复刻版。当然最后免费更新的王者盗贼之海都有功课交啦。最新的冒险活动秘密荒野，玩家就会展开新的篇章，踏上解救酒馆老板塔沙的旅程。咁喺完成咗呢一个治疗去助纣嘅冒险之后，玩家就会有独特嘅头衔同埋奖励噶啦。今次活动净系去到2月2号嘅啫，咁各位船长记得把握机会啦。呢一段咧，其实系录音咗阵，突然间谂到加落嚟嘅。即系如果你系 MHR 嘅新手或者初期嘅装备，真系唔系好搞得掂嘅。唔紧要嘅，你记得去翻村庄村长门口咧，咪有只猫嘅。去翻去嗰度攞翻晒啲 DLC 嘅奖励，包括嗰个十字公会嘅奖励，嗰一套装咧，起码都应该够你打到去 HR3 或者更加高嘅，因为防御力都几高啦吓。咁对新手嚟讲都系几有帮助嘅。好，讲完免费更新之后，当然要讲下即将离开的 Game Pass 阵容啦。以上这一堆阵容都会是在1月31号离开的，当中最伤心的就当然是太古终于要离开啦。咁少了一个经典的音乐游戏啦。另外 Terran Knights 是上年经验 Game Pass 玩家的永垂不朽的同厂作品，有兴趣都可以玩下的，但比起永垂不朽它就更加难和更加烦咁咯。而即将在3月3号 Day One Game Pass 的三角雷魂系大作《恶龙苍天陨落》亦都放了一个全新的 trailer， 解开更加多剧情方面的谜团咁话。
首先今次出现了几个关键的字眼，串埋晒一起就可以大致上讲是汉天子的衰落，令到仙丹的阴霾唤醒了各地的龙。一句就总结了游戏的核心故事的啦。而由游戏入面有御龙道士这个角色来看，看怕龙都不会是最终的大 boss 来的。当然更加多历史的角色都继续有登场，例如造型比较传统的乱世奸雄曹操，虽然挺有信长的味道啦，同埋好有火凤燎原味道的西方霸主董卓。而更加重要是有重要的女角色嘛，除了没出样的貂蝉之外，主角同伴更加是有一个全新的女角色，应该就是熟知仙丹的角色来的。最后吕布果然都是走不甩变了邪魔化，两阶段的 boss 战看来是走不甩的啦。无双战神直接变了巨大的多手怪物，但神奇的是片尾竟然是新的女角色说落不到手，难道她就是貂蝉？嗱，唔负责任咁估啦，相信有刘关张喺度嘅话，应该曹操会系喺最后变咗做反方嘅角色，铺陈成为 DLC 或者续作嘅大 boss 咁话。总之今次 trailer 又令到我期待值再次上升啦。跟住落嚟就系我哋下半部分，带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一啲出色嘅游戏音乐，因为游戏呢一个媒体正正系汇聚咗画面、古仔、互动、音乐在一身，所以才会被无数的玩家称之为第九艺术。而作为很喜欢听歌的玩家，今次我就想随心分享几首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游戏音乐，给大家边听边等待今晚的 Xbox 展示会啦。Game Pass 的玩家应该会很熟悉这个充满热血勇气的旋律，因为 Monhunt 又回来了。他的一个激昂的节奏每次都是吹响了猎人奋战的号角，作为系列的主题曲，英雄之证早就已经超越了歌曲本身，成为了串联不同世代猎人的共同回忆了。《我会成为小刀教的教徒》，一切就由 Metal Gear Solid 第三集 Snake Eater 开始讲起的了。作为我的入坑神作，我对于这首歌最深印象的，那当然绝对不是那条超级长的梯了，而是在这首歌充满间谍战的旋律之下，歌词实际是暗藏着一位母亲、一个师傅、一位真正爱国者的爱。剧情、歌词、情感互相辉映，真是一绝来的。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一位真正的英雄 The Boss。跟住呢一个算系有啲窄界嘅，因为本身首歌就系对 Little Lover 嘅经典名曲嚟噶嘛，好好听啦。但呢首歌喺 Tales of Arise 入边最令我深刻嘅系佢出现嘅时机。呢一首歌第一次出现系我以为游戏已经开始终章嘅时候，突然爆一个新嘅 OP 动画出嚟，仲要有大量嘅新情报，令到我好惊讶。喂，原来呢一个游戏长度都只系游戏中期嚟嘅咋？之后同样令我深刻的就是女主角首次将自细希望同人构成联系的微小希望毫无保留地对着所有同伴敞开心窗讲出来。这一番感人的告白加上这首歌充满希望的旋律， Tales of 系列就是这样又多多一个名场面了。もう少しだけ夢を見させてもらうことにするから。自动人形其实真的不用说太多，因为这款作品的音乐真的已经出色到很多人都说，很多人都喜欢。我会放在这里纯粹就因为我想播下首歌，这样而已，它就是出色到这样。
当然，有一款靠住潮到出汁嘅音乐打遍天下无敌手嘅女神异闻六五，又点会冇喺度啊？当你以为 Live You Chain 已经将 P5 嘅主题、倒插同埋反抗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嘅时候，你又点会估得到皇家版呢一个升级版竟然连歌曲啊都可以升级埋，交出另一首嘅神曲 Take Over 咧？佢除咗同 Live You Chain 一样紧贴主题之外，更加上路嘅节奏令佢青出于蓝胜于蓝，成为更加好嘅战斗 BGM。真系无论几时听到呢一首歌都直接超 hyper 打晒拍子咁样样。唔好边行街边听，因为啲人真系当你黐线嘅会。正正是 Sable 这一款游戏令我踏上了制作影片的道路，它一点都不完美，缺陷都挺多的，真心。不过它真的令我明白到顺从自己的心，拥抱自己人生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Guider 和 Better Than Mask 分别担任起喜情和纵热的歌曲，前者是一首很直接的歌，曲风和歌词都直接带出了沙贝独自一人出发滑行的兴奋、不安、期待和不舍。出发那时作为一个滑行者的感情通通都是在画面、在旋律、在歌词里面印在在沙贝和玩家的心上面，令到无数踏上旅程的玩家都会有所共鸣。而最后的 Better Than Mask 更加是以短短九句总结了整段旅程的体会。无论你的人生是由哪一度开始，只要你勇于去寻找，无论结果是在哪度，最终这个都会是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就算寻找完最终都是回去起点都好，也都不会代表没意义，因为过程里面所见所闻都会成就更加好的自己。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当时就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先至讲完 LL 今年的开季动画出了事，但这也都代表他们一向的音乐和动画是几咁高质，才会令到玩家这么期待。无论是 KD 这世界冠军赛的主题曲，例如都是以高质华丽的动画衬托激昂上瘾的音乐，成为令到所有玩家甚至乎所有观众绝对难忘的经典来的。而其实每一首世界冠军赛的主题曲多数都会藉着选手在备战时候的努力和英姿去勉励玩家，同样在 LL 甚至乎现实生活都是这么努力。而当中最激动我心的绝对是这一首。So are you gonna die today? Make it out alive. You gotta conquer the monster in your head, and then you'll fly, fly, Phoenix fly. It's time for a new empire. Go bury your demons, then tear down the ceiling. Phoenix fly. Phoenix 呢一首歌是以对抗心魔作为主旨，鼓励玩家要勇于面对自己，才可以突破到极限。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心情很低落、自我怀疑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是完全被他的歌词、旋律带动，放手去相信自己，重新去出发。而如果我们真是走到去绝路，那既然都没有退路，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Phoenix 正正是一首这么鼓舞人心的歌。而直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听到这首歌，因为每次听到我都好像有前进的勇气感。不过 LL 令人最着迷的地方，就是所有东西都不单止只是在 LL 这款游戏里面，相信有很多老玩家应该会比我这个迟来的新手更加清楚。无论是奥术这个史诗式的前传动画， KDA 这个虚拟偶像组合，或者 LL 每一个活动都是见到他用心去重视，例如最近2022年星光战士的活动。
love, remember, darling. Don't look for me, I'm just a story you've been told. 这个活动 trailer 应该是我看过数一数二着迷的 trailer。先不讲整个 trailer 根本就是动画 opening 的作画和分镜水平，它的剧情也都简单直接，令人见证了两段妻美分离之后的痛是有几深。歌词虽然简单，但带出来的意义就很深刻，整体的曲风和动画演出和校园背景很自然就融为了一体。作为一个 trailer， 你看完之后基本上真的会很想了解整个故事究竟是怎样，甚至乎希望它可以独立制作成一套完整的动画。而作为一首歌， Everything Goes On 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温柔的歌词，以一个离开了的人的角度去安抚每一个经历过伤痛离别的人。虽然生命入面重要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但我们都是可以勇敢地走下去，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一切都总会过去的。当然好嘢游戏好嘢音乐又点会咁少呢？今次做呢一个题目纯粹系因为未有 Game Pass 阵容而忽发奇想，下次就可能真系专做一期分享下游戏音乐或者一啲游戏入面感人嘅名场面啦。以上就是今期 Xbox 游戏人生的全部内容啦。温馨提示， Xbox 展示会的活动是在1月26号即是今晚凌晨4点。有兴趣的朋友除了可以边打 Monhunt 边等之外，也都可以观赏一下今期介绍的不同游戏音乐和 trailer， 都是很高质的。如果你都喜欢这种形式的分享，那记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我的影片，也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开启抢先看。那今期的 Xbox 游戏人生就去到这里啦。是咁先，拜拜。